电视剧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改编自顾漫同名小说，该剧是由林玉芬执导，杨洋、郑爽、毛晓彤、牛俊峰、郑义成、崔航等联袂主演。该剧主要讲述了肖奈和贝微微在游戏中相识，在现实中见面，然后相爱的温馨故事。剧中郑爽和杨洋组 CP 可是圈了一大波粉，甚至还有的网友直呼希望他们现实生活可以在一起，倾城夫妇让大家吃了满满的狗粮。虽然这剧已经结束了很久，但是像小兵一样的死忠粉一直期待着什么时候第二部可以上映。据悉微微一笑很倾城二已经开拍，杨幂饰演薛姗姗，只是打酱油，杨幂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？还是很期待的。杨幂外形漂亮可爱，同时有天生带点北京女孩大而化之的豪气，作为八五后美女的她一直在影视行业勤劳耕耘，如同杨幂粉丝的称号蜜蜂蜂王杨幂，自涉足影视便兢兢业业不畏劳，无论角色大小，杨幂的表演都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